就是不要那么辛苦，尽力就好。没有，我的状况是因为我家全部都是女生，所以男生就是要接这些东西。哦，对，可是你又自己又想要，他可能现在又觉得你如果还没有做到很好，然后他觉得说，那你为什么不赶快结束了？你那个也不要，对对对对对，压力山大，怕这个梦想被摧毁掉。所以你之前才会说你这么矜哦。对啊，然后我到上一部电影在播的时候，我找我爸妈来看。哦，电影播完回家，他传讯息给我，他就说，我为你感到很骄傲。哦。然后我就一个人走到外面，然后我就崩了，我整个崩溃。我后来发现这些东西原来才是我的目标。对，你就是想要证明给家人看，那些重要的人看。我跟嘉俊感动到不行，我一边编，我们两个人真的是，我们两个快哭了。我就是其实不知道该讲什么，就是只能用眼神看着他，然后我就看到他的眼泪怎么可以慢慢的滑下来，我就，然后我们两个人正在那边。就是不能自己的时候，他突然瞬间站起来，用一种稀松平常说：“我要去吃烤肉。”他就逃走了。我想烤，他没有办法承受继续讲下去，逃走就跑到中山那边去，痛哭流涕吗？是吗？对，哭得稀里哗啦，释放一下。他看起来很阳光，很有礼貌。但是他内心为什么要这么的谴责自己的所有事情？他就是一直很想努力。我一直觉得你们这个节目在帮他。我说，哎呀，我为什么很想哭啊？我觉得小孩好辛苦哦，我干嘛要哭了？烦死了！没事，我真的觉得，我觉得他好辛苦哦，我真的觉得好辛苦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就是他要放过他自己。我觉得你也不放过你自己啊！我不放过你啦！我觉得你们今天为什么你会找到他？这不就是老天爷希望你们给他一个旅行，希望他遇到了蓝宇的人啊，遇到了未来每一站的人，然后他重新有不同的想法，他遇到小猪，这就是老天爷在帮他。我感觉静华来好像是至少他有哭，他有把他释放出来。那我昨天怎么了？我昨天还好。你昨天不太好，你今天像一阵肿。我昨天真的毫无保留了，我知道，我没有明显的保留，大家都知道。